我们在开始给大家播放了一个纪录片，这个纪录片就是民主选举。那在这其中呢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：这几个小学生，3年级，8岁，为了竞选成当班长，拉帮结派，打倒对方，使用了很多很多的非常不好的方法。而且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画面，两个孩子串通同学们，对着那个小女孩，就是喊“打倒，打倒”。很多观众看了之后非常难过，这种口号、这种话，在这个很疯狂的那个时代啊，在文革的时候我们听到过，这是人类最丑恶的一面，就是观众会问这样的问题啊：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，他为什么能喊出这么丑恶的口号来？他为什么能喊出这么凶恶的口号来？你要记住，人，好人是教出来的。坏人也是教出来的。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的家庭，现在的父母，现在的老师，教的是什么？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如果要是这样教的话，这个国家民族没有前途了。啊，你像这个小孩长大之后，他们成人了，在社会上竞选，从小就学了这些手段。这个社会还能好吗？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不是跟你们说过，啊，闫培法师问我赞成，我赞成君主，我不赞成民主。啊，你就想想有道理啊。但是，无论是民主或者是就是君主，最重要的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的教育。如果有这三种教育的根基，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出来。这些孩子的家长或者是那些老师，会请教您这样的问题：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增加这个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啊，锻炼他竞争的能力啊。不错，这种锻炼的能力的时候，从小就叫竞争，提升就是斗争，再提升就是战争，这是走上毁灭的道路。我这个话是跟美国一些大学教授谈。我说，西方教育的思维、做法是死路一条。我们中国人是教小孩子叫让啊，没有叫争的啊。啊，这种竞选的事情，谁会叫人干的？啊，谁能说我好他不好，要批评别人？这是劝得到极处啊。这样的人在古时候啊，可以说是他没有办无立足于社会的余地啊。没有人瞧得起他，怎么会出成这种人呢？这么狂妄自大了。啊，中国社会5000年来都是讲谦虚，啊，都是礼让，没有争的。如果是一到争，这国家就危险了。啊，你看孟子说的多好，上下交真理，其国为矣。今天是全世界交真理，所以。很多人说地球会毁灭，人类会在这个时代绝灭了。啊，科学家给我们说的时候，30年前我就听到这个话，是100年。啊，什么时候这个到这个时候？是2100年，2100年。啊，30年前的时候，只是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听的。啊，我到澳洲去的时候，在澳洲，在新加坡，这10几年前，哎，科学家又改变了，啊，不是100年，提前了50年，就是2050年，啊，现在还有人讲，到不了那个时候，大概只有10年了，你看，越来越近了，这个话我们听了。怎样感受呢？是很有可能。我们从什么地方看？我们从人心看。现在连小孩子的心都是这样子，那就太可怕了。不要等他长大，他现在才8岁，哎，大概20年之后，这世界就没有了，他选不上了，他没有这个机会了。
啊，你看我们看到许多语言，这外国语言，这不是中国的。啊，这个美洲的、欧洲的，啊，我们看了很多东西的时候，预言讲的这个世界严重灾难的时候，是在2012年，那距离我们现在就4年。啊，他讲什么？灾难是现在才开始，最严重的是2004年，地球上人可能会死一半。2012年。哎，那个巴西预言家讲的最后的一年是43年。是2043年，距离我们现在大概30年。说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地球上的人只剩下现在的20%了，也就是10个人当中有8个人都不在了。哎，全世界的人口大概像中国人口这么多了。这是巴西预言家讲的。啊，你看现在小孩这么小的时候，他就学这一套，这还得了吗？不得了啊！那有一些这个太可怕了。那有一些家长他自己也会掉眼泪啊。他说：“老人家，您说的是很对，但是我们是迫不得已啊，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，谁愿意这样？现在社会都在竞争啊。不，那我的孩子要生存呢。我要生存，我不走这条路，我不是生存的很好吗？我生存的比你们还快乐。啊，我一生从来没有害人的一个念头。”不但就行为念头都没有啊，我接受别人的毁谤，接受别人的侮辱，接受别人的陷害，我很快乐，我还感恩他。这是为什么感恩呢？他替我消业障啊，看看他这样对我，看我能不能承受得了啊。我能承受啊，我们老、啊、我不会生气啊，我不会有怨恨啊，我走的路是天堂啊。我们老祖宗教后代是吃亏是福、哦、对，吃亏是福。现在大家不相信、啊、不敢相信、我就是愿意一辈子吃亏，我一辈子在天天在享福。你看这生活多快乐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啊，我没有希望也就没有奢望，有希望就有奢望。美国的《华盛顿邮报》评论这部纪录片，它是这样讲的：观看一群8岁大的孩子的政治戏剧，令人如坐针毡。那么，连最民主开放的美国人看到中国的这种对孩子的教育啊，对孩子的这种改变呢，都大为不安。啊，对，是。那么我们相信呢？我们相信他这种反应是一种人的本能。对，他看到他确实孩子，他看到孩子这样，他确实受不了。对。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。西方人他都受不了，对，那为什么中国的这些家长老师他们就受得了，而且还鼓励孩子这么做？因为中国人，近代的中国人，把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文化了，信心完全丧失尽了，所以他没有东西。那么他现在就完全依靠外国，外国什么都是好的，啊，民主也得要学外国。啊，那学到外国人，让外国人看的时候呢，将来外国人呢，中国人一定要把外国人吃掉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你把民主输入中国，将来中国就会把你吃掉了。他害怕了。中国现在就是我们比他还民主啊！啊，对，比他还民主啊！我们比他还能吃人啊！对，不错。所以台湾的时候，我说台湾是全世界民主一流的国家，啊。谁都可以在我们街头上指着总统鼻子骂他，全世界没有过一个国家这种情况，台湾可以，美国人教的啊，美国人教的，就是我们的竞争力比他们还强啊，对，不错，哎，不错，中国人也学会了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个在现代物理学或者在佛法里边，这就是因果能量啊，对，不错，因果报应啊，对。有那个因就有这个果，从这种因造这种因的话，那个果报就是毁灭，确确实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古老的这些西方的预言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它。我们、
佛法里面的这个基本的一个道理原则就是境随心转。你人心善良，善活大地没有一样不善良。啊，人心不善的时候，善活大地全变坏了。那您说怎么才能让这些家长啊、老师啊，对传统的教育升起信心来呢？教育就重要了。啊，对这传统教育升起信心，我们在做实验，它就是一点都不难的。这就说明说，人性本善，就是没有人教他。哎，一有引导，他的善心、善意，他良心呢？这个良心他就换回来了，不是难事情啊。很多很多外国专家去汤池参观呢，一些外国人都有信心了。对，哎，我今天上午李金友给我打个电话，是从吉隆坡打来的。哦，是哎，他告诉我，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报纸上大片的一片这个报道，是他们这些外国人到这个汤池去看完之后写的这个报告，写得非常之好，啊，所以这个看到这很多外国人都想到汤池去看看。世界和谐的信心所在地是个样板，不错，啊，我们的样板做出来了，做出来教国家。那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家庭，在那个地方也能找到一个样板。对，我家里有小孩，那个地方也有孩子可以做样板。不错，男女老幼，一个世界，一个社会的缩影。对，不错，都能找得到自己的样板。不错，只要去看一看。不错，所以马来西亚的时候，他们对这个非常热衷，大概在全世界他是最热衷的，啊，那么就是这个月的月底，他们这个华侨，啊，马来西亚的华侨有600万人。这个学生呢有60万，他有1000多个小学，有60多个中学，那么现在这个月底的时候，有3000个就是校长跟老师，有3000个人，在这个吉隆坡集会，啊，还要找我们的蔡老师去讲学，找这个胡晓林去讲学，就是讲我们这个传统文化，他们要在那边推动。啊，这个是太难得了，这个是真在全世界的时候，没想到马来西亚带头，啊，这是回教国家，啊，回教国家，他们的教育部长肯定《弟子规》是好东西，他们要听中国的老师去讲，要听，哎，请中国老师去讲，啊，所以他今天一再希望我去参加，啊，希望我去一趟，我说我考虑，我现在不能给你确定。我们有的时候有机会能够到大学呀，这些学府里边去做汇报。我们曾经给学生和老师提过这样的问题，但是呢，结果非常意外，大家都回答不上来。我现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：学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？大四的学生，或者是研究生，还有博士生，还有包括一些老师，真的是回答不上来。那么现在呢，很多家长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他们就想请教您老人家，千里迢迢把孩子送到学府，全家人勒紧了腰带省吃俭用让他学了4年，最后他连学生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，他们会有一个巨大的疑问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他在中国还是在外国？在中国。在中国。如果是在外国的时候，就把小孩啊送出去就变成外国人了，那个问题更严重。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吧？对，出国留学之后的时候，就脑袋就是外国人的脑袋了，回家不知道是认识父母，跟父母在一起吃饭，父母要付钱，个人付个人的，那是外国学来的，外国没有养老的。你自己养活自己啊，谁养你啊？哎，你把孩子养大了，这是你的义务，你应该尽的义务。啊，你老了之后，国家养你，美国是国家养老。现在美国的是经济的问题了，大概这个国家养老是成了大问题，这个问题给美国带来太大的灾难了。那美国老人怎么办？你国家不养怎么办？那全国的老人养老都成问题了。对，是的，他因为说
美国的时候人没有出血，国家不发养老金他就死路一条，他肯定过死，孩子也不管，孩子不管，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。对，不错啊，所以也必须要铺路一下，让全世界人啊冷静去反省反省。现在国内很多家长都是拼命的把孩子往海外送啊，对，往西方送啊，错，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我在海外这么多年，我了解得很清楚啊。很多家长认为这是功成名就的必经之路啊，错了。问题很严重。我们曾经给那些学生提过一个参考答案，小学生的样子比较接近于学生的样子了。那么他们有人真的是包括一些老师啊，高级的老师都想请教您老，这个学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？哎呀，这么多年来，就学生的样子不就是弟子规吗？那弟子规不就是学生的样子吗？啊，1080个字，从小学到研究所就是那个样子，做到了就是学生的样子。没错没错没错，啊，弟子就是学生的意思。弟子是学生啊，啊，规就是他的规矩，规矩啊，对，这不就是就摆在那个地方吗？还找什么呢？不需要找了。您知道中国这么多的学生啊，还有老师啊，听过弟子规这个听过弟子规这三个字的人其实是很少的，少得可怜的。所以他不懂嘛，他不知道做学生人什么样子嘛，他不知道。所以现在很多老师啊校长都非常痛苦啊，家长也很痛苦，这个孩子很难教。嗯，对，你稍微对他严厉一点他会跳楼。对，你是大人怎么活呢？还不错。你不给他讲呢，他又胡作非为。不错。那么他们要请教您的怎么办呢？啊，学弟子规，我们在汤池做的没有别的，就是落实弟子规，就能把人整个换过来，醒醒悟过来。啊，是在讲的时候，因为国家政策的问题，啊，道跟佛他说是宗教，不可以在学校讲，所以我们只讲一个。中国古时候是扎三个根，儒释道三个根。鼎，三足鼎立，那是根深蒂固啊，缺一个就站不住。现在只占一个啊，一个就有这么大的效果，三个还得了吗？你就想到古时候的社会的时候，这个长治久安，它道理就在此地。但现在人不懂啊，我不要了，不要的社会就懂了。你怎么维系社会安全？啊，所以我这一个弟子规就产生这么大的效果，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伦理道德教育，这个道家的时候，这是《太上感应篇》，是因果教育，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啊，佛法这个教育的时候，是三样东西都有，而且的时候博大精深，啊，这三个根呢，如果出家人还要再扎个根，四个根，就四平八稳，啊，那叫沙弥律仪。啊，那是修行的一个基础。啊，就是没有根就没有成就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个佛教为什么这么衰？根没有了，四个根一个都没有，这很可悲的现象啊。其实学弟子规比较简单，做起来也方便。啊，是啊。首先受益的是我这个家庭，啊，自己呀，啊，不是家庭啊，你自己本身第一个受益呀，啊。为什么呢？现在讲和谐，弟子规做到的，你身心和谐，啊，无论是你的思维言行，自自然然它就合规矩了。这个规矩是跟性德相应，是舒畅啊。所以要想实现和谐社会，是先要让每一个人自己都和谐啊。不错，你每个人不和谐，他就家就不和啊，家不和，社会怎么会和呢？啊，所以中国人讲的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修身是第一个。对，修身说在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。啊，你身不修，家就不齐。啊，家不齐，国就不治，那就社会动乱。
现在的老师是以这个升学率啊为重要的一个关口来考验学生，考验自己。那么家长呢，是孩子能够考上大学，找到好工作，哎，将来能够这个成个好家庭，能挣很多的钱，哎，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。按照现在这个方向去发展，他们这个理想能实现吗？不，理想不管实现不实现，这是走世界末日的道路。哎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照外国人这个讲法的时候，2012年距离我们现在就4年，这个关口它能不能过去？就是各种天灾人祸都很多。对，不错，这个关口它能不能过去，过得去？啊，那么但是这个2043年是最后一个关口，它能不能过去？就是到那个时候，全世界人口的时候，只剩下20%了。啊，100个人当中，你是20个里头的，还是80里头的？这很现实的。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考虑。没错，你都逃不了的。这是全球的，没有安全地方。但是有人讲，现在都挺热闹，都挺繁华，一切都挺……所以是大地沉沦的时候是突然的，不是给你预先有预告的。啊，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，5万年前亚特兰蒂斯沉下去的时候，不是有预警的，是突然的。对，不错，就像大地震一样嘛，突然。事先谁都不知道。事先不知道。科学家还预测说，在未来呢，这个陆地啊会有很大的变化啊，对，不错，有些沉到下面去，有些又生出来，有些又生出来，不错。那么生出来的地方呢，有些还能够看到庙宇和城市，不，那是自古老几万年前古老遗迹。但有人就问说，那些庙宇和城市怎么从海里生出来？那是哪里的？不是，那是从前的，就是几万年前的时候，人类文明也到达这个程度，也是那个时候就造业造得太重了，沉下去了。业感，这个东西只有佛法能解释。啊，业力的感召，所以善业决定有善果啊，恶业决定有恶报啊。也就是说，那些城市和寺庙很有可能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。古时候那个遗迹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人类社会之前的另一次世界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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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。如果要不从教育上下手，啊，我们老祖宗讲的话要相信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所以古时候治国，他不是用其他的方法，啊，也不是用法治，也不是用警察，也不是用军队，他就是用教学。啊，教什么呢？就这三样东西。给你讲穿了说，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，就这三样东西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社会就摆平了。啊，人懂得伦理，伦理是人跟人的关系。对一切人的时候，那个谦让、尊敬，它就出来了。啊，就出来了。懂得道德，它就有规范。无论你的思想言行，它决定是受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一定是这12个字，它不会违约，这就规矩了嘛。那再加上是因果教育，他晓得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不敢做坏事。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设想。如果倒退几十年，嗯，比如说在40年代，嗯，原子弹，嗯，不是爱因斯坦他们研制出来的，对，而是现在这些学生们，他们很聪明啊，他有这个知识啊，对，哎，他虽然没有这个道德，但是他有知识啊，对，哎，他们研制出来的，有这个学者就来推测，他们第一个会把它给卖掉，卖个好价钱，啊，没错，现在都是这样，没错，第一个反应就是，没错，市场占有率，对，他会把它卖个好价钱，不错不错，然后呢，嗯。他会拿着这个称王于这个一个地区，哎，我来这个恐吓别人。对，
那样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当时的世界历史会改写啊。没错，这个事情又非常可能发生，大概就发生了在巴西预言家所说的这30年之内，不是30年之外。美国底下带这一代小孩，他们起来之后，这些黑五那么大的数量落在他们的手上，他们就是打了打拿了当游戏玩了，随便扔了。啊，不满意的时候就给他扔几个，他就这样的。现在的这些领导人还有点约束，那个时候没有了，约束完全没有了。所以，我常常讲，特别是对美国人讲，啊，如果想避免这一场这个灾难，最好现在你们把核武、生化武器都销毁，啊，那你们对人类就建立了大功大德了。啊，因为下一代的人不像你们这种，你们还有一点点道德观念，底下完全没有了，这个非常可怕。啊，人比野兽还可怕。啊，所以旧世界怎么个旧法呢？啊，必须要从，哎，这个英国汤恩比讲的话的时候，那一针见血，拯救21世纪。整个世界的社会就是要靠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，讲的话有道理啊。我在伦敦大学，在剑桥大学给他们同学们讲了一课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是你们英国人讲的，而且是在30多年前就讲出来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是啊，70年代的时候。我们过去啊，中国古人呢，把这样的年轻人呢，只知道吃喝玩乐享受啊，对，把这样的人呢叫做纨绔子弟，对，不错，为人所不齿，对，一定会被，他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，一定会被社会淘汰，对，不错，淘汰掉。但是您看现在这个市面上，您看现在这个城市里边，到处都是这样，连农村都是这个样子。现在的社会叫反常，常是什么呢？仁义礼智信，不仁，不义，无礼。无智无信，这是反常，反常那就走向毁灭。那家长说现在的潮流啊，过去那是没法安身立命，现在大家都这样，没，就是的。所以在这30年之后的时候，世界上人口会消失80%啊，那这国报吗？这因果吗？这报应就是如此吗？啊，那么最严重的这个灾难，一般人估计是瘟疫，严重的瘟疫会死好多亿人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都发表这个，啊，这个瘟疫的时候，这个没有这个药苗来对治，大概得这个病的时候，4个小时之内就走了，快速，啊，它这个会蔓延到全世界，啊，没有办法预防，这个灾难的时候会死很多亿人，啊，我们相信说。这个桩事情会发生在这三四年当中，啊，他讲这个2010年，这是西方预言家很多啊，包括科学家也分析出来，包括科学家也不错哎。如果家长老师们真的爱孩子爱后代，啊，对对对，是真的要好好听听这些话，啊，对，不错哎。嗯，我上一次这个是2个星期之前，林子还送了我一本，就是叫解读这个西方的预言，送我这么一本书，我明天带来送给你。这里面就很讲得很清楚。您知道啊，就是胡主席曾经讲过，有的官员呢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。现在有一个情况，就是如果一些家长和老师也这样了怎么办？他们是教育孩子的人。对，哎，您说的是很好。那孩子现在还不懂事，全靠家长。对，家长他善恶是非，他这个能力，对，没有辨别能力了。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在这个100年当中，把中国传统丢掉了。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
我们把老祖宗丢掉了，你今天就要受这个灾难。就像您所讲的，这个佛法有这个道理，要想不受这个共业呀，对，哎，要想避免这个大的灾难呢，对，里边有别业，别业就是赶紧戒恶从善，没错，学习老祖宗的经典，没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你一个人修，你一个人得救。你一家人修，你一家人得救；你这个地区的人修，你这个地区人就得救，一点都不假。中国古人对人有一个判断，尤其是对年轻人，凡是那些贪图享受的纨绔子弟啊，一定是没有志气、没有骨气的。那我印象很深，朱镕基总理曾经有一次给这个官员题词啊，那些官员酒宴应酬很多。哎，朱总理就写着少吃肉多长骨头啊，我对这个题词印象很深，也说的是这么个道理啊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有理由担心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倡导消费、倡导享乐、及时行乐的这么一个时代。对，年轻人都是贪图享受啊。没错没错，一代一代年轻人都是这样。对，我们国家，咱们说家庭、民族、社会和国家将来在他们的手里，他们没有志气、没有骨气，那这个国家将来要是碰到大的问题、碰到大的这个灾难，谁来支撑这个家庭？谁来支撑这个民族和国家？这个状况就跟科学家给我们报告的亚特兰提斯这个情形非常接近。亚特兰蒂斯沉入大海之前，那个地方居民就是狂妄到极处，狂欢，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懂。狂欢，对，就是享乐。对，就是享乐。哎，他什么都不相信。哎，他不相信老祖宗，他也不相信上帝，所以他的果报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佛家就是业力的感应啊，那个业力是卧，我们中国人讲卧冠满盈，整个大地沉沦下去。那么这个外国的时候，我过去在美国就看到未来世界的地图，美国预言的哈，啊，美国预言那个地图，我就买了好几张啊。那个地图是要跟现在的时候比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啊。那么中国从沿海的时候，这些省份全都没有了啊。的这个日本、台湾、菲律宾啊，下面这个马来西亚啊，这个印尼几乎全都没有了。用佛法所讲的这个规律来解释，对，就是人的贪心太重了。贪爱享受感召来的是水灾啊！对对对，不错，能这样解释吗？能解释。所以你贪嗔痴慢统统都全，所以它是水灾、火山爆发、海啸、地震、飓风统统都来了，还带着瘟疫，你怎么能受得了？现在饮食成问题了，什么东西里头都有毒，将来的时候饮的水里头有毒，空气里头有毒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活得下去？我们看到佛经上写，释迦牟尼佛在3000多年前，对，就知道今天的人们一定是四个字啊，饮苦食毒。不错，说的就是现在。说的现在，真是有观众啊，看到这个，比如说新出来的这个书叫《民以何食为天》，嗯，那有人真的是就想请教您老人家。嗯，那现在吃点什么能够安全呢？那自己种。那在城市里很难的。哎，想办法搬乡下去。对呀。那佛法很慈悲啊，您老教授您也很慈悲，他确实没这个条件。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呢？能够化解？不，修清净心，那是功夫了。清净心能免疫，慈悲能解毒。哦，虽然这些食品蔬菜上有化肥有毒，没错，但是自己呢不受伤害，不错，前提是清净和慈悲。所以这个阿罗汉以上的真正有修行的人的那些毒东西到他那里就变
那个好像那个方程式的这个排列分子排列重新改过了，他就重新排列了。我们看到那个高僧传里确实有那个古大德，对，给他毒酒，给他毒药，没错没错，吃了之后没事，没事是没事，就是那个分子结构不错不错，他就解他新的力量可以改变，不错不错，意念，这个要真功夫，能量改变物质，对，不错不错，能改变。功夫浅的呢，就是可以稍稍的消毒啊，对，要真功夫。真功夫的前提是要真相信，要真相信，要真修，就是要真放下贪嗔痴慢，不错，要把它放下，要真放下。很多家长和老师啊，看到汤池小镇，看到您老的这些教诲，他们很受感动，但是也会提出疑问：如果传统的这些经典这么好，那为什么不给它放到课本里边去呢？放到学校里去，让孩子们都学？这是国家政策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主管教育的这些官员，他们没有意识到。啊，他为什么没意识到？因为他没有学过。他不知道好处啊。他丢掉了，就是丢掉了三四代了。不但他不晓得，他父母也不晓得，他祖父母也不晓得。啊，又没有人跟他讲，跟他讲了他又不相信，啊，他半信半疑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啊，真正相信的人少啊，太少太少了，太少了。您看现在很多人，他做孩子的时候，他不会做子女，也不会做学生，成家之后，丈夫不像丈夫，太太不像太太不像太太，做了父母呢又不会对待子女，在单位里边呢不会当下级，做领导的也不会，不错，这些身份呢大家好像都不太会做。对，那么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五伦八德，这五伦正是对应这些的，没错，而且特别这个细的是就是礼节，礼节不错。你看中国的时候，诗书易礼春秋，这是从前人必须要读的。啊，礼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规范。啊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谁讲这个东西啊？认为这是落伍的了，啊！但是，它是中国五千年来国家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这个东西丢掉了，就没救了。啊，礼社，天下就大乱。最高的是道，道没有了，它有德；德没有了，有仁。人没有了有义，义没有了有礼，礼没有了天下大乱。礼是最后的底线，最后的底线。在父子之间、夫妻之间，对，君臣呢？君臣就是领导和下级了，领导被领导，哎，就是普通的一个小单位也是这样的哈。那么在这个兄弟之间，对啊，在朋友之间，对，都可以用礼，没错，来做一个维持，不错，不错。非常重要。那如果要是没有了这个礼，这五种关系就全都乱了啊？对，没有，都乱了，没错，叫乱伦呢。一个家庭乱了，那社会就乱了，社会就乱了，不错，社会乱，国家就乱了。现在是世界乱了，所以世界乱了，你就想想那什么结果呢？那就世界要从头再来。重新建立一个秩序，对，不错，就是整个毁灭，重新再来，不就是这么回事情吗？所以这叫世界末日。啊，许多宗教里头都讲世界末日，让大众明白这个意思啊，对，明白这个危险，对对，不错。啊，最重要的还是提升自己的灵性。提升自己的道德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不能跟社会大众一般去学习，那就坏了。
有报道讲，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大学的时候曾经感叹，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大师了呢？这么缺乏大师呢？其实衡量一个国家强弱，不错，哎，文明程度、发达程度呢，不错，是看他各行各业大师的不错水准、不错素养、不错和数量，不错，而不是看你有多有钱，不错，你这国家军事实力如何如何，不是看这个。对。对，那么就有人看过您的这个讲座之后，看您的这个教诲之后呢，有人就记起来，就是这个问题好像在30-40年代，在30-40年代，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也曾经讲过这个话。对，今天的社会之所以没有大师，以后会没有，是因为啊没有培养大师的母亲了。对，就大师的妈妈母亲没有了，不错，所以自然就没有大师了。不错，确实是这样的吗？不错，是的，培养大师级比什么都重要啊。但是那个大师级是怎么培养的呢？是从弟子规开始培养的。你这个人得有大师的根，有他的基础啊。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这四个根如果都有，你就具备大师的条件。怎样培养呢？那就是中国古人讲的舍宰寒窗，这一举成名啊。你得要10年功夫，你好好去读书，10年呢专攻一门，你不能学多，多就学杂了，学乱了。所以中国学问跟外国不一样，外国是要广学多闻啊，那是什么知识，中国人不是的，中国人是智慧，智慧是从清净心来的，所以他只准你学一门啊，一门学完了从头再来啊。所以我是2006年我在巴黎联合国办这个活动，办完之后我就到英国去看剑桥，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我看牛津，没有看剑桥，所以这个特别就看剑桥啊。那么看了之后我就深深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大师级的老师啊，所以这水平呢一落千丈。我回来就想汤匙浇掉，找几个志同道合，我们闭关关起门起来念10年书啊，四个根扎好啊，扎好四个根，我们人也不要多，10个人，顶多不要超过20个人，生活容易维护啊，闭关的形式，每一个人专攻一样，不限制啊，儒释道都可以啊，你学佛经也行，你学四书五经也可以啊，你学老子庄子也可以，一门，一个人专攻一门啊。所以这个麦大为教授啊，这是剑桥的汉学家了，给我谈过这个问题啊，他就很想叫我到伦敦去啊，办一个书院，大乘佛学啊。这个书院就是属于剑桥大学的，因为英国的大学它是书院制啊，大概剑桥跟牛津呢至少都有50个书院啊，所以他想叫我搞一个是属于他们学校的。我说我很感谢啊，感谢你瞧得起我啊。我说可是我不能去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你们学校的制度框架一架给我的时候我就一筹莫展，我也教不好。他说那你怎么教法？我说我没有方法，我的方法是中国老祖宗5000年传下来的老办法。他说什么办法？我说你是汉学家，你念过三字经啊？啊，他念过三字经前面8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习相远，苟不教性乃迁，教之道贵以专，教之道贵以专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是10年学生是我招学生不一定要大学毕业啊，但是我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儒释道这三个根他做到了，这头一个条件，他有德行啊，他是这个
成圣成贤的条件具足。啊，第二个呢，他能够看文言文就行了，就这两个条件行了。古文看得懂，因为我中国古东西呢，你必须你自己有能力去阅读。啊，我说我只要这两个条件，我就收他。啊，然后进来的时候呢，他专攻一门。啊，我怎么个教法呢？我提供一些古时候这些注解、注疏，让他去研究。他每一天给我做半个小时报告，平均一天半个小时。实际上的时候，他可能是说一个星期做两次报告，啊，也就是一次两个小时，两次四个小时，啊，我们这样来学东西。那我们同学在一块听，听，你看我没有学的，别人学的，我也懂了，我听了，啊，我自己专攻这一门，可以吸收别人东西的时候，来，这个是这个解释我这门东西。啊，所以我们这样学习，大家在一块学习，每一个人是老师，每一个人是学生，啊，这样互相在一块的人，他说：“那你一部东西讲完之后，比如说这个《论语》啊，专攻《论语》的，他说那你这个《论语》一个星期四半个小时报告，四个月就讲完了，没错，四个月讲完说第二遍重来，啊，二遍讲完了讲三遍，一年讲三遍，十年讲三十遍。”他什么？他心是定的。这样学习，大概我们一般讲的是三年到四年，佛法里面讲他得三昧，他就得《论语》三昧。这三昧什么？得清净心，得定。啊，五六年的时候他就开悟了。他一开悟了，不但他所学的东西通达，没有学的东西一接触就通达。所以中国人是讲戒定慧。跟外国人的方法不一样。您所讲的这个三昧，头一个阶段这个三昧，这个人得了这个三昧啊，哎，他会有什么表现呢？不得三昧，他定了，心定下来了，他的心得定了，嗯，哎，定就得清净心，烦恼就少了，智慧就增长。啊，我们讲到开悟的时候，那叫大彻大悟。这个人在生活中，比如说他是您的学生，在这个里边学习 啊，不错不错，他会有什么表现呢？啊，他表现跟一般人，他一切贯通的，没有学过的东西，你只要问他，他一接触，他立刻就给你解释。能达到这么神奇的程度，啊，对，不错，确确实实如此，所以这个才叫大师级。什么学科，什么行业啊，拿过来就可以讲啊？对对，讲的还都对。慧能大师不就是这样的吗？他没念过书了。啊，你无论是世间学问、佛法的学问，你念给他听，他给你讲解。那世间各行各业那个学科很多，啊，是什么都为什么呢？你离不开自信嘛，你见了信嘛，他通了，没错，那什么都通了嘛。就是各行各业那些专家们有疑难，啊，对，不错不错，有疑问都可以来请教他，不错，他就来都能给你解答，不错。人人做得到啊，就是昨天讲的，跟你讲的，把那个妄想分别执着拿掉就行了。很简单，不神秘啊，不错，是啊，一点秘密没有啊。那您老的这个教学方式也是古法啊？是古法了，不是我自己的，是祖宗传的。我们靠什么？靠老祖宗啊。这个教学方法概括一下是怎么讲呢？是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修，长时熏修，不错。现在的学校，比如说大学，能不能也采用这种方法？他不采用，他要采用，那就了不起了。那有采用的可能是吧？从前都是这个方法嘛。啊，就是他们实际上办得到，就是不用这个方法而已。啊，对对对，你看我这个出家的时候，星云法师在佛光山建立一个东方佛教学院，就请我做教务主任，啊，我就给他建议。学生呢专攻一门啊，结果他不干，他说这个不像学校啊，啊，我说不像学校的时候他真正能培养人才。如果你现在像一般学校排课，这上一点钟排一个经典，下个重点又换了，他脑子还没有吸进去啊，他要换新题目了啊，所以四年毕业出来什么都不会，真叫一窍不通。
他这个心没定下来、没错，是啊，头一个境界三昧没达到，对，是啊。那我们从前跟这个李老师学经教的时候，李老师的方法是私塾教学法，个别教学法，我们得理解了，哎，就是学一门东西啊，你同时学两门东西他就不教你，你没有能力学两样。您知道现在小学生、中学生、大学生都是这样的，对，哎，他从几岁开始上学的时候，就是这一上午四堂课，也就是四样啊，没错，下午又两样，啊，一天是六样啊，不错，这一年下来，哎，我们看他头脑都变成浆糊啊，我们看他书包很大，啊，对，是啊，啊，世界各国现在都是这么个教育方，啊，对，是啊，所以错误啊，绝对错误啊，所以我现在很想搞一个学校，您说，做实验。啊，我也把这个是这个国家规定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啊，一起来把它教完。你比如小学六年，啊，它有语文，有数学，啊，我教法的时候呢，就不是这样的排法。我语文的时候，六年的语文，一年把它教完，我就学一样东西。这一年都是，这一年都是学语文，别的不学。第二年专门学数学，保险它的成绩会比现在的学生好。因为他这一年光研究数学，啊，对，没错，他那个他脑子里都没有别的东西吗？他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可以做实验呢。啊，我给洛克文总理谈这个事情，他就叫我做实验，实验成功了，澳洲就可以推动。那这对人类啊，对教育史啊，都是大贡献的。整个教育的时候会改变。现在的孩子们很痛苦啊，您知道吧？是苦啊。但是又不能怪他们啊，对，这是大人教的，啊，对，他无知啊，哎，就看你怎么个教法了。所以圣贤是人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人教出来的，啊，坏人恶人也是人教出来的，看你怎么个教法，你不要怪他。哎，回过头来说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我怎么教他？家长和老师要反省，没错，要负责任，要负责任，要负责任。就是教育的人和教育的方法，没错，至关重要，没错。那要是我们现在很想这个建一个小学，就用这个中国古老这个方法的时候来排课程，可以在汤池镇来做这个实验。这我们国家还做不到，哦，现在就是澳洲这个洛先生的时候，他对我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很喜欢啊，我就想搞一个老人院，搞一个小学啊。为什么呢？养老育幼是现在全世界两桩大事，老人如果晚年生活很愉快，他绝对不躲三卧道。那是哪一个子女都，对，如果他有怨恨的话，就是怨恨有不平的话，肯定躲三卧道啊。所以我想搞一个小型的啊，这个做个实验，养老的实验啊。这个老人什么老人院，就是老人大学，天天给他讲经，天天给他教学，各种东西都有，什么味道都有，他才生活的快乐，过世之后不受痛苦啊。对，不错，是啊。啊，那么旁边办一个小学呢，让老人天天看到小孩，小孩可以天天敬老，天伦之乐，尊敬老人，天伦之乐。啊，让小孩的时候学得像《弟子规》的时候，他就能做到，就落实。他用什么态度对待这些老人？老人都是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祖父、祖母。您这个试验准备在哪里做呢？准备在澳洲。在中国不能做？中国比较的困难一点，先做一个点嘛。这个东西要有支持啊！你在澳洲的时候，总理支持，这好办呐。啊，做一个小型的，做成功之后，啊，那么这个总理会带着他们国会议员来参观。啊，议员参观之后啊，那么在议会里面呢，就可以立法，就可以向全国推动。扩大，去全国推动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就这种经验可以全国推动。刚才我们说到缺乏大师啊，对，是因为缺乏教大师的妈妈啊，对，没错，缺乏教大师的母亲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环境，那么环境重要。那也就是说，中国古人历来是对教育女孩子比较男孩子还重要，
那现在应该有一个说法要给他平反，那应该是个误会。说中国自古以来是重男轻女，轻视女性。那叫太太这两个字就不是重男轻女了。太太这两个字，圣人，圣人之母。故宫那个大匾上啊，太和殿那个太字就是最高的意思。对，不错，最高的。太太那就是最高荣誉啊。对，太太是什么呢？就周家的三太呀、啊，周朝800年呢、啊，啊，最初就三个圣人呢，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。那孔老夫子一生最佩服的周公。这三个伟大的政治家给老百姓带来了啊，对，是啊，800年的对对对好处啊，800年的这个福祉。对啊，那么这三个人的母亲都有一个太子。周文王的祖母太姜，他自己的母亲太任，他自己的夫人太姒，所以以后这个太太是从这来的啊。这三个养的儿子都是圣人，所以太太是什么？圣人的母亲啊。哎，这就说是你这个是你结婚之后啊，你要学三太呀、啊，你要把你的儿女的时候培养成是大圣大贤呐、啊。能不能这样讲？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，对，前提是要有好的教育，就是对这些女孩子们不错不错，要有好的教育，不错不错。她当了好妈妈，对，她才知道怎么去培养，不错，大师，不错，是的。那么现在很多天下很多的家长就想请教您，包括一些领导人也很想请教您，您能概括的简要的给大家说一下，怎么才能教育好现在的女孩子？因为现在社会太乱了。对，现在不要讲太高深了，如果自己把《弟子规》100%的落实，你什么就懂了。还是《弟子规》，嗯，是要从自己做出来，才会影响你的儿女。你自己没有做到，你叫他做到，他不相信。啊，他要亲自看到，而且这个教育，如果小孩从3、4岁开始的时候已经迟了。啊，所以文王的母亲太任，啊，怀孕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了叫胎教。啊，你千万不要疏忽哦，在怀孕。啊，他还没长成人形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他有灵性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已经在开始学习啊。最迟最晚一出生怎么教法呢？在他面前言谈举止都要端正，都要有规矩，他已经在看，他已经在听。所以从出生到3岁这1000天，这个叫扎根教育。中国古人的谚语常讲啊，3岁看80，7岁看终身。这个话先讲，现在人没人懂啊，3岁怎么能看到80？古时候是真的，3岁的时候，这1000天的根扎得好，他是圣人，他是大贤啊，这个是。所以这个老师是谁？这个老师是父母，就是啊，是他家里面的长辈。这个3岁之前只有他的家人、啊、没错没错没错，谁帮着扎这个根就是父母。所以教育第一任的老师是父母啊，最重要的是母亲，因为跟父亲接触的时间还少，跟母亲几乎是不离开的啊。所以现在母亲不会教啊，母亲自己也不懂啊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我们看到这个五伦八德，尤其这个五伦呢、啊、我们看到这个五伦体会最深的就是两个字，对，本分。对，就是大家各安各的身份，对，各安自己的那个本分，没错，就会很好。这就讲五伦十义啊，父慈子孝，君人臣忠，夫妇有别。夫妇有别就是夫妻两个结合成一个家庭，他们的工作是有差别的啊。家庭生活最重要是2桩事情，
一个是经济生活，一个是教育。家庭没教育就完了，所以家庭教育呢是落在太太身上，家庭经济呢是先生的去负担。一个是出外谋生，一个在家里头教育儿女。你看母亲这个责任多重。中国有一个词啊，形容夫人叫相夫教子。没错。能不能这样解释？这个相呢，就是帮助自己的先生。没错。啊，这个相很像是宰相的意思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么教呢，就是老师的意思。对，是的。能不能说一个太太，在一个家里又是宰相又是老师？对，没错。君亲师，这三个字他都要承担起来。啊，君是什么？领导。你怎么带这个孩子？你怎么样把他带到圣贤之道？按照这个标准，按照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妈妈，对，可能很难有称职的。没有，一个称职都没有。这三个字的时候，一个都没做到。结果就是家庭乱了，社会乱了。不错。灾难来了。灾难来了。您是说，如果不恢复到这种本分上去，对，啊，家庭的各个成员不各就各位的话，对，那很难避免灾难。没法子避免。孩子也不可能安身立命。不错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有一个特点，不管走到西方还是东方，如果这个人很本分，会受到别人的嘲笑，别人会奚落他。但是还有一些家庭，他们就是愿意做本分人。没错。他们家传是厚道，忠厚传家久。对。那么我很想替这样的家庭啊，替这些人们呢，向您老请教。就是这些家庭，他们这一家人这一辈子，而且永远想世世代代这样做下去，永远想做一个本分人、厚道人。对，缺德的事情他们也做不了。不错。那么现在呢，请您老啊，对着天下这些有这些想法的这些家庭，有这些愿望的家庭，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鼓励，给大家一些勇气？有。在中国这样的家庭，第一个家庭是孔家，孔子的后代啊；第二个是范仲淹家，这个是印光大师讲的啊。范家确实来找过我，我上次在庐江，他们把他们的家谱带了一份来给我看，我看了很受感动啊。这个范仲淹的家谱的时候非常的完整啊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的家谱印了多少份？他说200份啊。我说希望你们的家族永远保持你们祖宗的这种德行啊。所以我希望的说呢，你们家谱能够在世界上广泛的流通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他们力量很有限，印一套100块，这个人民币。当时我是叫他印3000套嘛，啊，3000套好像是给他30000块钱的样子。哎，不错，我说哎，啊，我说这个时候我帮助你。希望你印好之后的时候，能够把你的家族好好的时候再把它这个家道、家学、家规、家业发扬光大啊。所以他们也很受感动。说到这个家谱，我们了解到最新的一个信息，就是您老人家回到故乡，对，发现了自己家族的家谱。对，这个家谱呢，就证实了一个家庭历史。这个家庭历史就证实了您老人家的这个家族，就是您这个庞大的这个家族。对，不错。祖上是皇帝。对，没错。就是轩辕氏啊。对，轩辕氏。那就很多人他们都非常的震动，非常的感动。对，说老教授是真正的皇帝的后裔。是的。到您老这一代应该是多少代？皇帝136代。
是皇帝的136代，到我这一代136代。我们相信，有理由相信，大概汉族都是炎黄子孙。炎是神龙，不是，炎是伏羲，伏羲皇帝的子孙。因为伏羲到皇帝啊，没有文字，文字是皇帝时候才发明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有传说，没有记载。我们的传说是就宗谱里头第一句话，伏羲之后，从皇帝就一代一代有记载了，啊，一代一代记载了。那皇帝有4个妃子，25个儿子。啊，那每个人都是以后都是不同的姓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汉族是一家人，炎黄子孙。您这个家族保持这个记录，保持这个家族的历史记录这么完整，对，从皇帝那会儿一直到现在，对，一直到现在，到您这一代，对，都有，都有，代代不断啊，对，不错，这是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有，外国人他疏忽了这一点。从皇帝到现在应该有至少4500年。嗯，所以人，你说他能够有家庭的历史，他怎么会不爱这个家庭？他首先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。没错没错，如果的时候没有这个历史的话，他对于家族概念就很淡薄。他只知道自己。对，不错，他也很淡薄。中国古人呢，还讲三纲五常啊，对，还讲三纲，对，君为臣纲，对，对，夫为妻纲，对，父为子纲，父为子纲，对，不错。其实这个也是需要一个平反的一个误会，有很多人一直在批判三纲五常，实际上他圣人传下来这个根本的意思呢，这个纲就是榜样，对，对，就是君呢，就是领导，要做个样，要先给下边人做一个好榜样，他才能叫纲，对。现在所谓是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你的言行举止都要给一家人做榜样。我们到今天呢，对我们的古圣先贤的教育，对传统的教育，对，误解太深了。太深，是的。嗯，这个也难怪了。中国满清亡国之后，国家一直在战乱，所以军阀割据。啊，日本人的侵略把中国社会整个打乱了。那么这尤其是中国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啊，都否定了传统文化啊，认为传统文化导致中国的落后啊，一定要全盘西化啊，学外国人啊。那么今天外国人要灭亡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所以现在外国人是向东方来寻宝啊，真的，他找中国古籍，在印度里面找佛教，他要来求这个，来求救啊。那我们现在还不觉悟啊，等到外国人的时候，把中国东西、印度东西真正拿出来救了他们自己了，我们慢慢再去追，再去学人家。这很可悲的现象。很多人坚信呢，过去也有过这样的预测。那么过去呢，很多包括外国人也讲过这个话，很多中国人也坚定地相信，21世纪呢一定是中国人的世纪。那么现在就产生一个疑问：是中国的什么来领导着21世纪？是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科技，还是军事，还是什么？才能称之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。对，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也因为这么一个因素，所以西方人提出一个中国威胁论。中国威胁论？对啊，提倡这个。那么我在国际上的时候也走得很多，也遇到了不少啊这些有影响力的人。那我跟他们谈的时候，我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
这不是中国人说出来的，还是汤恩比说出来的。啊，那中国人是为什么说是中国人事迹呢？是中国人传统文化的事迹，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全世界。啊，不是政治，也不是科技，也不是军事，也不是这个经济，经济，啊，是中国文化，就是传统的文化。啊，对中国传统文化，啊，如果大家要把这个东西丢掉了。21世纪就是人类毁灭的世纪。哦，这个话是这么个意思。对，不错。中国传统的文化，有人就请教您。能救21世纪。有人就请教您老，在哪里？那很多人说，是不是在古迹里啊？是不是在一些歌舞表演？说那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。不是的。西方人就是这个印象。不是的。所以这个问题，我在这个伦敦跟伦敦大学。就剑桥大学我就谈的很多，因为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是汉学系的博士班啊，那么我看到这些学生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很难得了，我看到很欢喜啊，啊，用孟子写博士论文，还有我看到个用王维，唐朝的诗人王维，是英国的学生啊？啊，英国学生，啊，学生。所以他们的汉语讲得很好，有能力看中国古籍，这个不容易啊。我跟他谈的时候就告诉他，啊，我说你们确实可以拿到中国典籍啊，啊，去拿到学位，将来也是这个最好学校里面的名教授，啊，我说可是你们决定不能像我这样。快乐啊，像我这样快乐，你们依然呢是生活在烦恼跟痛苦的世界。他们都笑起来了，就是他们，您说他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啊？对，不错，不错。我说你们搞的啊是汉学啊，也就是儒学、道学、佛学，我说我给你们搞的是反面的，相反的。他们的精神就想怎么相反的呢？我说我是学佛、学儒、学道，哎，你们是佛学、儒学、道学，这两个字颠倒过来就不一样。啊，如果是儒学、道学、佛学，这是学术。你们是搞学术，做学问的。学术是知识，啊，那你要是学佛呢，你得学得跟释迦牟尼佛一样。学儒呢，那学个孔孟一样；学道呢，那学跟老庄一样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孔颜之乐，啊，佛门里的法喜充满，你才真正得到。啊，所以这是两桩事情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学儒学佛的时候，那是智慧；啊，搞儒学的时候，那是知识。知识不能解决问题，智慧。能解决问题。我给他们上课只有1个小时啊，给他们很大启示。多少年都没有听到啊？对，是不可能听到。那也就是说，领导21世纪的，一定是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。对，传统文化。但是呢，哎，那传统文化要，我就那时候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们相信吗？你们汤恩比讲的话，你们相信吗？啊，你们现在在学校里头，你不是研究儒释道三家吗？能救社会吗？都呆了，救不了，绝对救不了。哎，那汤恩比的话讲错了吗？他们也不敢说。啊，我说你要懂得怎样去解读汤恩比的话，他们有说错。啊，我先讲说，儒释道啊，像我们种植物一样的时候，你种个种一棵树，果木树。你得有根呐、啊！你们今天讲到这个儒，你一定脑子里头马上就浮出来4书5经13经，就是那讲到佛，那你一定是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啊，《般若经》，你就想到这些了。啊，这些东西你天天去研究，天天讲，无济于事。啊，汤恩比没说错，
怎么没说错呢？儒释道这三个根呐、啊，你所今天看到的是枝叶花果啊。那枝叶花果从哪来的？根生的、啊。所以你把儒释道三个根找出来，就对了。啊，那儒的根，《弟子规》；道的根，《感应篇》；佛的根，《十善业》，都是很小的东西，你们都没瞧得起它。啊，你们在学校谁拿这个东西去做博士论文的？啊，可是这个东西它是有生命的，活的。你搞的四书五三经的那个东西啊，那就像花盆里的花，很好看，死的，它没有生命，几天没根就明白就哎，所以这个他才恍然大悟了，啊，所以我说是，如果能把儒释道这三个小东西这个根普及到全世界，天下就太平。至于往上提升的那个开花结果的，那是少数人。那就是一流的大师级，是他们的事情啊。四书五经是那样的，对对对对对，不错，那是他们的事情，那他们的大圣大贤的事情，啊，但是最得受用的呢，那就是根是一般平民得受用，就是领导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啊，对，中国文化，没错没错，这个文化是个根，就是《弟子规》，不错不错，就是十善业道，没错。哎，只要这三样，那个叫天下太平，你问题就解决了。那您老这么多年一直在推行这种教育啊？啊，我没有推行呢，我都天天在讲啊。啊，您老一直在推广啊？啊，对，在劝大家要照这么做呀、啊。劝大家，不错。这个翻译出来，那就是说，在推广旧世界的一种方法。对，不错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走进联合国才有这么一个机缘，这是偶然的一个机会。啊，我移民到澳洲。啊，911事件之后，昆士兰大学的校长派两个教授到山上去找我，我住在山上。啊，是告诉我的时候说他们这个学校有个和平学院，我听得很新鲜，因为大学里头从来没有听说过和平学院。我说和平学院学些什么东西？啊，就是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就这么一个主题。哦，我说这倒挺重要啊，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啊，所以他们就希望的是，他说911事件之后，他们遇到困难了，啊，因为过去他们对于寻求化解冲突啊，促进安定和平呢，都是用西方的方法，镇压、报复。现在看这个镇压、报复啊。产生不了效果，搞成了一个恐怖战争了。啊，我说这个是对的。他说现在我们想回过头来，用真正和平的方法来解决。啊，那他们知道我过去在新加坡团结九个宗教，做出一点成绩来，希望我的时候对他们能够有一点贡献。啊，就邀请我到学校，给他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座谈会。那我就答应了，啊，答应的时候我就听他们的报告，才知道全世界有八个大学有和平学院，不多，啊，那么在八个大学里面呢，昆士兰还是排在前几名的，啊，还比较有成就的。我就听他们的这个50分钟的报告，最后他们要我提供意见，我听完之后我就说，你们这个的理念跟你们所用的方法有问题。那得有什么问题呢？这个事情就像大夫治病一样，你没有把病根找到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对症下药啊，所以用的心力是不少，付出就不少，没有这个效果啊，没有预期的效果。那我这冲突的根在哪里呢？我给他讲，冲突的根在家庭。他们从来没想到过，他们以为以色列跟这个都是双方面，巴勒斯坦双方冲突嘛。那他哪里会想到这个问题呢？啊，我说冲突的根在家庭。啊，你看在家庭里面头一个
离婚率这么高？离婚是什么？夫妻冲突啊，夫妻战争啊，夫妻冲突啊，造成父子冲突、兄弟冲突啊，这样的人踏进社会，他能不跟别人发生冲突吗？啊，这个他们是吧，有点警觉心了。我说还有更深，还有更深的根，这更深的根，你自己跟自己冲突，我这他就听不懂了，啊，这是我们用东方人的说法，你的本性跟习性的冲突。那本性是善的，习性不善呢、啊，善跟不善就发生冲突了。那这个翻译很困难呐、啊，很难懂啊。我是比个比喻，利害当前，你是先想到利益自己还是想到利益别人？那当然利益自己，那利益自己不就跟他冲突了吗？每一个人都是利益自己，那这个冲突就他发生了。所以这是更深的根啊，是你的本身。所以你本身身心不能调和，你怎么能调停国际上的纠纷？这是最讲道理的话啊！对，最讲道理是啊，这是最讲道理的话。是、哎、我把它讲了这个之后，他们慢慢体会到了，也觉得我讲的有道理。第二个星期又找我。您就是说，你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啊？对。然后你来解决问题啊？对，不错、哎。他又来找我，找我学校就准备了。准备一份聘书聘我做教授啊，所以第二次开会的时候，校长就把聘书拿出来了。老师，我没接受，我不想接受啊。他还有个那格里菲斯大学那个校长也跟我也非常要好啊，所以两个校长在劝我，一定要，我说我没有这个必要啊，出家人搞这干什么啊，我说我很乐意啊，跟你们教授啊来交流交流啊，所以但是他说，想想的时候，我的这些理念呢，很有这个启发的，这个意识，希望我呢能够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啊，参加联合国的国际和平会议。他说，联合国邀请的都是专家学者，都是有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，所以他说你一定要，不但要，还要给博士学位给我。啊，是这么一个原因，他说你一定要，这个身份是方便，啊，方便，所以这个样子我才接受，啊，接受以后的时候，第一次会议是2003年，在泰国，啊，所以这样呢，就这么一个缘分，啊，跟这些参与联合国这些专家学者们就接触了，了解他们的观念确确实实是有。啊，可是我们把中国东西介绍过去，这是他们闻所未闻呐、啊。啊，我们也讲得很仔细，他们听了之后很欢喜，啊，也都鼓掌。可是下来之后，我们聊天吃饭，问我说：“法师啊，你讲的东西很好啊，做不到啊。”啊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机，信心危机。他不相信您讲的话。他不相信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就非得做实验了，你不做实验他不会相信啊。所以我们就在想，在新加坡，想在新加坡找地方，在马来西亚、印尼啊，澳洲都找不到适当地方啊，没有这些条件啊，所以我也很难过。2005年回到老家，70年没回去了啊，回到老家看看，啊，家乡父老兄弟姐妹的堂兄弟姐妹、族兄弟姐妹还有不少人，啊，那么在一块看面，这个再见面呢，我就发了这些牢骚，啊，就是在国际上遇到这些问题啊，他没有信心。家乡父老听到说，哎，回来干，我们在自己家乡干，啊，就这么一鼓作气，就搞成了，就没想到就搞成了。就是汤池这个文化中心，这它的来历、啊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不到半年，效果卓著，
这个是让我们升起很大的信心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怀疑啊，也不晓得能不能落实啊，啊，这个一落实之后啊，我们的心坚定了，证明两桩事情，第一个证明人性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话一点不错。第二个证明呢，人是教得好的。啊，你看《弟子规》一教的时候，我们教的时候说我想的比较周到。如果教年轻人教，老人不学，年轻人不会，没有效果。在学校的时候叫学生学，老师不学，也收不到效果。所以我们用这个小镇做实验，小镇12个村庄，居民48000人。我那时候想法就是全民教育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，效果出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么短的时间，真的影响到全世界。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很有兴趣。我们听说很多联合国的官员，他们要联合起来，这些专家学者去参观访问。对，是联合国驻联合国的大使，192个国家联名要求到当地参观，都要去，都要去。刚才我们谈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，对。那么您老给了这样一个解答，能不能这样说，拯救整个世界的这个劫难？对，对，《弟子规》。没错，最最基础。不要《弟子规》，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，要三个。三个都需要。三个。少。三个。确实能救世界，毫无疑问。我们在试验才试验一个，你再加上两个，那个力量多大？那他如果是其他的民族、其他的国家，他怎么来推行弟子？能受，能接受。你看看我们在马来西亚现在这一次，啊，这个月底，他们华校有3000多个老师跟校长，啊，来学习弟子规，要让我们的蔡老师去讲。啊，我还让胡晓林去讲，胡晓林把《弟子规》落实在企业，做得很成功，啊，让他去做报告。啊，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，而且是以回教为国教，他们的教育部长肯定《弟子规》，能帮助他们安定社会。就是别的国家、别的民族、别的信仰，啊，不错，哎，都能接受，都能接受，都能接受。我跟回家的关系也特别好。您过去曾经讲过，把这些公益纪录片最好能翻译成联合国所推行的那六种外文啊，在世界流通。那么现在呢，可能缘分呢，还没有到，条件还没有成熟，现在还可能还没有能做成这个。但是将来呢，这些节目一定会很多的外国人都能看得到。对。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又要结束的时候，您老能不能对世界各地的这些观众们讲几句话？好，大家都很关心怎么能够化解劫难。确实，我们现在因为要把文化普及到全世界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独提中国。我们在国际上讲的时候，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族群它古老的东西，这个古老的传统，我们都应该要互相的来学习。啊，在宗教也是如此，啊，所以我自己本身的态度，啊，这是许多国家宗教的领导人，甚至政治领导人对我都了解，我永远是一个学生的态度。因为他不会做学生嘛，我会做学生，啊，学生什么？尊师重道，啊，就是好学生，啊，我说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，啊，我跟他学，啊，耶稣也是我的好老师，我学新旧友，啊，古兰经我也学，所以穆罕默德也是我的好老师。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，所以他们这些典籍我能够领受得到。如果我要有了障碍了，哎呀，这是我是佛教，那是别的教，
那个是基督教、天主教，那是回教，要有这个界限的，他们的东西我就学不懂。你自己有障碍了，就我没有障碍，我一视同仁，我没有一样不尊重。啊，我见到释迦牟尼佛礼拜，我见到耶稣也礼拜。我对佛教经典很尊重，我对古兰经跟佛教经典一样尊重，所以我懂得他的意思，我能讲古兰经，我能讲新旧约。你看我讲的这个玫瑰经，天主教的早晚课啊，在天主教流通啊，啊，这个富铁山听过，很欢喜啊，绝不亚于神父。啊，我讲的这个古兰经也不亚于阿訇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干嘛？啊，要以这样的态度的时候，宗教就变成一家人了嘛。啊，所以我在国际上讲，我说宗教确实一个神，一个真神。所有不同宗教是这一个真神的化身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，啊，这个文化不同，它分身在各个族群里面。用种种方法来教化那一个族群，啊，他的目的、方向、原理、原则决定相同，不同的是他们的生活习惯，所以看上去内容就不一样，仪轨就不一样，啊，对，内容、主旨、精神都是完全相同。那您做出来这么一个示范，哎，大家世界各国的观众啊，都应该有所领会，非常欢喜，他们会学习到一种什么精神呢？就是说，要尊师重道。不错，尊师重道。世界各国的人都要尊师重道。要尊师重道，要孝顺父母，要尊师重道。那么结果就一定是和谐世界。和谐，宇宙是和谐的，啊，心性是和谐。你说你一个人生，你眼睛跟鼻子是不是和谐的？他两个要冲突了，还得了吗？都守本分。对，是各忙各的。五脏六腑啊，各守各的本位。跟其他的不同器官全部和谐，随着我们的身体是和谐的，啊，宇宙是和谐的，国家是和谐的，社会是和谐的，和谐是正常啊，不和是反常啊，反常就有罪受了。我们人身体反常不就生病了吗？严重不就死亡吗？咱们拿人的脸来做一个比方，就像世界一样。对。眼睛是一个国家，没错，是一个国家，没错没错，耳朵是一个国家，没错没错，就是大家呢各安守本位，不错，要互助合作。对，你有你的民族传统，不错，你生活你的，不错，你有你的价值观，不错。现在他们是互相打架，不错，是啊，嗯，互相打架的时候最后就是死亡了，就是毁灭了，就是人的器官在那儿打架，人就不行，对，人就没有了。哎，这个你懂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也是每一个族群、每一个宗教、每一个国家也是互相这样子，斗争的话，世界就没有了，这个世界就回归到末日了。我们这次对老教授您的专访马上就要结束了，那么这次呢时间也是很长，那么我们现在有最后的一个提问，就说在《和谐拯救危机》啊那个节目的最后呢，您讲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，就说您说如果中国人对自己5000年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诲如果有信心，那么中国一定是领导世界的，如果没有信心，那么还要受一段罪，还有一段苦难，这两种结果呢完全是自己来决定的。对，我们发现您最后的这一段提示，这段最后的这段提醒有一个核心的词，就是对老祖宗要有信心。没错没错。那么现在就请教您老，这个信心从什么地方建立起？这个信心就是你一定要认识老祖宗东西不是他的创造，不是他的发明，是从自信里头露出来的，自信才是真正圆满啊，创造发明就是刚才讲的，是从知识里头的，知识里头靠不住，它是从智慧，是从那个妄想分别里出来的东西。那出来的东西那个不行，它不是自信里出来的。啊，不是自信，所以
利妄想分别执着是自信，自信是真实智慧，那个管用。从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里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靠不住？靠不住啊，它虽然解决一部分的，它后遗症很多，智慧没有后遗症。从自信里流露出来的这些智慧，对，都在我们老祖宗的经典里。没错，儒释道三家。是，所以说老祖宗们他们都是明心见性的。他要不明心见性，那个东西怎么会从自信流出来？用了5000年都没有任何灾难。他没灾难。哎，所以老祖宗教过我们，我们如果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自信就现前，就跟他一样。我们这次的专访啊，10多个小时，让您老非常的辛苦。您老人家已经82岁高龄。那么我们这次呢，也是跨越很长的时间，上下5000年啊，纵横5大洲，您非常的辛苦。那么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想请教您，就是今后啊这些天灾人祸，今后这些避免灾难的问题，能不能再为天下大众呢做一个提示？因为这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。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就能化解。啊，不能够化解众生的共业，至少自己不受这个灾难，这可以肯定的。那么节目就要结束了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祝愿呢，天下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节目，我们也祝愿呢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我们真诚的祝愿老教授永远在世间。那么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作为记者，我们作为采访人呢，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用中国传统的古礼，给老教授顶礼，问讯就好。谢谢您老的教诲。